各位好，我是大叔，欢迎来观看 YouTuber Life 的游戏影片。那这款游戏是让各位模拟说身为 YouTuber 的生活啦。那当初这游戏发售的时候，我以为这游戏只是简单让你体验说身为 YouTuber 做的事情而已，但没想到看着别人玩以后，觉得发现说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啊。那这款游戏目前还在测试阶段，抢先体验阶段啊。那很庆幸是说它有中文，还蛮不错的。那当初没有打算拍摄这游戏，是因为觉得说我现在算是身为半个 YouTuber 了。那身为 YouTuber 玩这个游戏，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。然后一想到说身为 YouTuber 玩这个模拟 YouTuber 的游戏，会有一点很讽刺的感觉啦。那还好他这个有中文，说真的很不错，所以后来想一想就觉得买下来好了。那游戏的内容我只有大致看过，但是更细的细节我还不知道，所以就一边玩一边看吧。告别。等，刚刚开一口没看到，算。男生嘛，阿肤色，这叫头发，不用头发，眼睛大都是西方人的颜色，没有东方人的眼。像我眼睛比较小，所以就没怎么可以选。干他妈，这还像男生吗？一点不像啊！这根本就是某个人的胡子嘛！其他的都解锁了，其他都锁住了。不要扬低，现在天气这么热，当然是要穿清凉一点啊。没有夹脚拖，真可惜啊。好，我们是超级明星啊。好，选天才啊，虽然我不是天才。好，一开始只能游戏，还有时尚生活风的音乐，原来如此。听到名声，那比较麻烦是说，虽然它大多是有中文的，但是你输入的东西还是得打英文的。应该没翻错吧？我看一下。好，没有品种，改好了。好，我要开始录第一支影片。按右键移动视角，按中键旋转视角。OK，
到架子前面，这个吗？架子前面是哪一个？这个？哦，对呀，选择游戏。那一开始就这个。游戏过程哦，那其他的都没有。游戏解析度，靠腰只能低解析度。低解析度不要了，就一般的好了。哎操，我看到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影片解析度也要弄的。那因为现在配备很烂，所以只能用低解析度，靠北。OK， 然后因为是游戏过程嘛，他妈我怎么知道这游戏内容到底干嘛？好吧，就不弄了。你在告白啊？我写错了。说真的，第一次玩我不知道怎么用耶，而且好像选错就不能再弄回来掏高飞。这个嘛，加上这个。哦，渲染点数是电脑的配备啊。OK。说真的，第一次玩，我完全不知道干嘛。OK， 发布吧。话说我要怎么存档啊？耶！检视评论看一下，高飞不给看啊。先买个游戏好了。好，我现在100美金嘛，那话说都没有便宜的游戏哦。
1月31号今天几号哦，今天月10号啊，然后嘞通知好友他是随时随地丢在传统吗？其他都还是锁的，超讨厌。标题我就懒得打了。也是啊，再屌的画面，再屌的游戏画质类也是很烂的。那接下来嘞，不是睡觉。这衣服不需要换啊。那家里我不能互动吗？游戏机都没有。好吧，来买个升级配备吧。哦，好吧，他在等上完结果。好，我的第一部影片获得了$0.32，算 OK 吧？我也不知道。上课去吧。好，去学校吧。那画质还是有问题啊，所以我们必须升级一下。那家长都嘛这样了，不用怪他们。我现在只有70块，我他妈晚上买什么东西？多买一家好了。摄影机先不要，黑滑鼠买一个。OK。东西来了。东西来了。哦，对，我买3个了。然后选择游戏。
那解析度还是烂。名字我也懒得改。这按叉叉不知道好还是不好。好了，上学去吧。还好工作，一定的。洗车吧。哎呀，当个 YouTuber 还那么的辛苦，还要工作。哎，我想这应该是一定的。我在说啥小。睡觉啊，大哥，睡觉啊！你才冲他小。好，刚刚应该是卡 bug 了。好，看一下情况一下。好，那就先来去吃个饭，进食。那进食好了以后，再来拍游戏片吧。这游戏比我想象中还有点困难，我说真的。游戏界面招手打招呼。哦，我懂了，要背刚好的这个啦。这下我知道怎么玩的。原来是文不对题，我刚刚一直文不对题啊。好，好，开始继续拍片吧。好像上很痛。那这样去工作吧。
OK， 好。等下，妈妈，你有什么意见？哎，这个老妈真是的。我还是得升级一下，要不然画的真的糟到爆。可是，萤幕真的超贵的。早知道我那时候应该先买萤幕的。今天继续拍片吧。游戏界面，靠北他。好，出去读书吧。这三小啊，李阳这评论。好，听你的游戏音乐。游戏界面，然后酷酷打招呼。靠北反应场面这个。这个影片有点烂，我就不发布了。好，睡觉吧。当 YouTuber 还真的是超辛苦的。听妈妈的话，还是去上一下学上课吧。
好吧，最后一个评论没有弄好。靠北，电脑出问题哦。好吧，没钱买，维修吧。哇靠，这个专维修员超屌的，这维修员超屌，出来休息一下，然后打一打电脑就可以了。天哪！去读书吧。原来可以选那么多的预定事情。OK。用 logo 开场。那评论。好吧，没有好一点评论，算了。靠北，老妈进来骂人的啦，鸡掰。没有，还好，好上个去。耶！再去打工吧。我奶奶做影片都比你强。那萤幕还差一点就可以买新的了。怎么突然有人跑过来了？
游戏界面唱着歌评论。我想要录制自己，我但不懂。好，随便随便。那热门游戏就不买了，说实在，那只是跟风了，除非能够拍出与众不同的东西。1月29之前，如果是 Battle of Outfit 20游戏过程，好好买一下吧。干，算了，先去上课。第三个是游戏教程 ，OK。OK。然后睡觉，睡完觉就去工，就来去读书。前往展览会，看他妈这么快，不管他了。游戏界面操作。好，132 ，OK， 我等下继续一下。132，好。今天几号？27号，该去用功一下。我记得好像在31号，30号没做测试日。然后我说：“老妈，你在家房间等那么久干嘛？”
OK， 然后再去读书吧。反正以我这个人物的模样，应该需要多读一点。刚刚说我有个天赋点是什么？这里你还有天赋？我的天哪！接下来嘞，睡觉吧。哦，我的头脑已经到十二点了，现在去。用力用功读书吧，反正剩两天，临时抱佛脚也是一个好选择。耶！直接去朗读吧。好，那就拍吧。初体验，我也自己玩过，我还怎么初体验？真的是。咖啡啊，快，要上课啦！第一个是游戏界面，招手打招呼。两一三二好像。快呀，去参加考试啊！干。所以有 A 加。好耶！我们可以收益升级我们电脑的，太赞了。好吧，今天睡觉。好，那游戏影片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了。那整体来说还算 OK 啦。那一开始的教学影片我并不是很熟悉，所以那时候真的是乱乱弄，结果影片真的是被骂到翻。那现在稍微上手一点，其实就跟看到以前的自己一样，一开始什么都不会，然后开始慢慢做一些后置，那渐渐的开始比较上手。那以我的能力来说，目前还算是中下啦，希望未来说自己的后置啦、拍摄能够在网上更一层，这相信是每一个 YouTuber 最想要的事情吧。
那游戏影片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就下一次再见。